我操，一滴兄弟，兄弟，倒了倒了，这个四边一个，完了，倒了，牛逼牛逼，封烟救一下，四边一个，四边一个，四边一个，四边最后一个了。如果三个的话，苍岭，苍岭，苍岭，我丢了雷击，救一下，救一下，就在苍岭刚刚打人一滴血了，出去了。外面，他怎么在外面不挨抽了呀？我兄弟，三个助攻，发，这枪好用，发兄弟。围墙，围墙，打了一个围墙。防区，防区，最后一个。放屁！房子里，好绝了！我好，你绝对是那个装逼装的最狠。我操，撞上去了，兄弟！撞了，有个坡，有干拉的。这个有点难为人了，我说实话。会 K 了，你懂的呀，兄弟。我别开我讲，他不是故意，应该不知道我。哎呀，我操！啊？哦？阿莫，等你半天了，兄弟。给大树老师送了，难不难受？等你变半天了，兄弟。我操，这里这里，斜坡，他来跟大仓对射。在干嘛他俩？我不知道我在干嘛呀。我也不知道人在哪。四标坡，四标坡两个，他在跟防区对射。这边在对射了。上次看看哪里有人。呜呼！这个这里有人。是黄线人吗？都是他想骗我们。四标窗外一个。左边、右边还是四标角？右边、右边，不知道。叫我远点。我看一眼。脸上干拉倒了。房子里有个，房子里有。这砝码是狗在用，好吧？他包削了，就在粮仓各一个，粮仓屋里，粮仓各一个，这屋里最后一个，坑倒了，我直接射你，兄弟！右脚还有个左边仓，左边仓，左边仓倒了呀！我直接射你，兄弟！这么老六啊，这个人，这个人太六了，兄弟，应该是他，我把他炸残了，兄弟。真的，兄弟。哎，最近游戏会突然撕裂一下。我操！哪儿还有一个？倒了倒了，救他，就这一个漏。救！连上在，你妈扔雷了，不救了，我打他了。哪边？哎，